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是相辅相成的，经济越强大，军事实力也越突出。俄罗斯军事实力日渐衰退，这和他们的经济水平下降有直接的关系。以色列军力强大，有的国家地大物博，资源丰富，足以支撑其发展壮大。比如说中国一开始就是利用自身丰富的资源发家致富的，而有的国家也是利用某一方面的优势支撑了发展。比如说沙特阿拉伯，看似国土面积不大，但寸土寸金，到处都是石油，依靠石油这一项资源就能够养活全国，支撑起军事力量。但是有的国家领土很小，也没有资源的优势，却也发展得非常强大。最鲜明的例子就是以色列。以色列人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？以色列军力强大，